一周立波秀，笑谈民生热点，另眼看世界。潘石屹捐赠哈佛，引发讨论。这笔钱肯定花不出去，去美国读书的还差这笔钱吗？作秀，还不如把这个钱给我们大家分掉呢。还有精彩的立波问答，就是像都敏俊系这样子，很多的一些韩星在我们中国这么火，这个现象您怎么看？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呈现。现在开始了，啊，开始了。哦哦，不不，哎，我早晨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心情不是很好，我觉得空气不好，我心情不好。你知道后面发生什么走吗？不知道。会几百个人说点赞，哼，全部绝交。现在朋友圈点赞很多的。不对，你这个，你怎么现在这么矮？哦，对不起，怪不得。我把我手机拿好，开始，各工种准备。好，小心后面的路。小心后面的路，哎，摄像小心啊，小心、啊！哎，做人不一定是只要看前面的，后面的路也要知道。你可以回去了，再见，再见，再见。好哦，各工种准备好了没有？哎，你们刚睡醒对吧？各工种准备好了没有？哇哈哈！我怎么工种竟然人越来越多？好，嗯，预备，开始。有点晕车，把他拿下去。欢迎各位来到一周立波秀。下面开始聊天之前，我想现场做个调查。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现在大学生的学费贵不贵啊？贵啊？到底贵还是不贵？觉得贵的举手。我很想知道没举手的到底是认为是贵还是认为太贵了。啊，好，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今年有个现象，就是有许多地方大学的学费啊，哎，涨价了，最少的涨一成，最多的翻一番。就是什么叫翻一番子？就啪一个跟头翻，还在原地，但是已经高了一倍。那看上去高一倍，翻一翻，忽然涨这么多，而且说涨就涨，搞得跟油价一样的。哦，油价你新闻刚刚看到，你再出去油价已经涨了，太快了。那么为什么要涨价呢？据说现在有很多大学已经入不敷出了，入不敷出。大学照理蛮有钱的，怎么会入不敷出呢？可能现在许许多多的大学啊，它的资金来源啊，还是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紧缺了。哦，在全国高校的债务，这个保守估计啊，最起码要在3000亿以上。同学们，你们3000亿，你们开开心心的读书，就已经莫名其妙了，变成负债累累的学生了。钱当然不是你们用的，钱是谁用的？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这样，高校已经常年在恶性循环当中啊，不断的再次恶性循环，随之而来，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就是
教育质量的连年下降。教育质量绝对和钱有关啊！中国有句老古话叫“皇帝不拆恶兵”，因为就是皇帝他也不应该拆恶兵。我们花了4年的学费换回了一张长得像发票一样的文凭。很多人说学费，我说到前面的问题，说学费涨都很有怨气。我的看法是，基于此种情况，涨是该涨的，但是高等教育并不是义务教育，请好的老师要钱吧，大家想通。我们是9年义务制教育，对吧？你高等教育它确实是要收费的啊。这个提高改善学校环境和设备要求，这都是需要钱的，这些都是教育的成本，学生和家长应该出钱，这是公平。欢迎收看由无硅油不刺激资源洗头水独家冠名的一周立波秀。有人说人家美国高校就不涨价，有人说美国高校不涨价，错了，美国也照样涨价。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4月到2014年4月，高校学费价格上涨了近1200%，很恐怖吧？同期整体消费价格上涨呢，其实还不到300%。想想原来美国的大学生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啊，他们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啊？坐在火锅上唱卡拉 OK 啊？哦，大家心里会不会平衡一点？涨是在涨，但是他们社会体系、政府机构对这种涨有他自己的平衡方法。美国的一家超市、便利店，啪，过来一个人，砰，一个黑人拿着枪盯着老板，把钱拿出来。老板就砰。把钱拿出来，老板，没了，后面那瓶酒给我，把那瓶酒给我，老板，这个不给，怪吧？为什么？前面拿钱嘛，全部给他，把后面那瓶酒给我，这个不给，给不给？不给，我打死你，打死我也不给，你为什么不给？你18岁还没到，你抢劫是你的事，你18岁不到，我给你酒，我是犯罪。真的，那个黑人，我18岁没到，我早就过了18岁了，把酒给我。我不相信，你不相信，你把身份证给我看，看就看，看到吗？再看，哦，23岁，哦，那你拿去吧。最后警察调录像一调，身份证一看很清楚，把他抓住了。这绝对不是笑话，就是真的。这就是互为监督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教育和他们教育所产生的好的或者不好的东西可以通过平衡，因为他们有非常先进的互为监督的机制。所以那天我非常有感慨，而且我真的觉得，哦，美国还真有美国好。本来我以为美国一无是处。其实在美国，无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主要的经费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拨款、学费收入、捐赠收入、投资和经营创收。很健康，很阳光。前段时间大家记得吧，有个中国人捐献给那个耶鲁大学多少钱，是中国人，哎呦，给国人骂死，这卖国贼，这些骂的人都有毛病。我都在虚幻的社会里生活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本来就是知恩图报嘛，对吧？他捐献给他的母校是他的权利，你有什么权利说他不好的啊？今年7月，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先生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的 SOHO 中国助学金，资助读不起国外名校的贫困生啊，但是学习很优秀的中国学生。我觉得这一点要向潘石屹先生致敬。但是潘石屹先生这一义举啊，也引来了不少网友的质疑啊。有人说，这笔钱肯定花不出去，去美国读书的还差这笔钱吗？作秀。
还不如把这个钱给我们大家分掉呢。现在为什么动不动就说一个看似表面啊是好事，马上就说作秀？但说人作秀的人，他自己从来不作秀，从不作秀，而做慈善一样，我们这种听得多了，做出像真的一样，一看就作秀了。我知道，我这么就做给我们看了，我们看都不要看。给了多少钱？还有网友说，潘石屹作为一个中国人，卖房子赚中国人的钱，为什么把钱捐给美国卖国贼？他为什么不捐给中国国内的大学？不好，这不是吃里扒外吗？我能不能很义愤填膺？大家有没有发现，网上网友啊，那些跳上跳下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知道的越模糊，他们愤怒的越具体。这种都很累啊，就断跳跳跳跳，你真的扒开草丛把它弄出来，这你说什么回事？我不是很清楚。真的，我想人家潘石屹的太太是哈佛毕业的，人家捐给自己的母校，这不叫吃里扒外，这叫什么？这叫回馈，这叫什么？这叫感恩。感恩没有国界，感恩是精神层面的。再说了，人家自己的钱捐不捐，捐给谁是他的自由，人家不捐的时候你非要人家捐，人家捐了你还说人家捐的不对，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总而言之，管好自己，少管他人，多说他人好话好过说别人的坏话。因为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当你在赞美一个人的同时，你自己内心会有一种愉悦。其实当你去指责怒骂，或者在背后穿着马甲去骂的时候，虽然你能得到一时的愉悦，这正印证了一句老古话，此乃饮鸩止渴。欢迎收看由无硅油不刺激资源洗头水独家冠名的一周立波秀。美国的军用卫星，美国军用卫星显示啊，中国每年在八九月左右会有上百万的神秘部队出现在全国各地，但半个月后这些部队又神秘消失，搞得五角大楼非常紧张。怎么回事？玩家家吗？搞不懂。其实我想对美国人说，用不着担心，那是中国学生在搞军训。就是这样，在中国基本上高中和大学入学新生都得进行为期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的军训啊，这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国防教育法这上面的要求啊，就是要这样啊，是学生们接受国防教育的一种形式啊。如果哪个学校不搞军训就是违法啊。说到军训，可能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甜蜜亦或是无奈的回忆。男生和女生对待军训的态度通常是不一样的，对吧？一般来说男生就比较喜欢军训，你不要说男生，我到现在我都喜欢军训。我上个月我们全家跟我们三个家庭打那个乒乓，打乒乓的我受伤了，就打那个叫棒棒棒棒，我第一次打不知道误伤了女儿头上这么大一个瘤，我这个彩蛋打得很厉害，那个砰砰25米之内是有杀伤力的，我不弹了。小孩子多嘛，我大人嘛，大人没有有腔调，我不懂，啪他们全部在暗处打我，啪天热呀，我没有经验，乒乓们应该穿那种长袖的，然后像那种帆布衫，长很厉害的，我短袖短裤还穿上拖鞋，不一场乒乓打下来，我搞得像金钱豹一样，全部是一个个疙瘩，哦哟，好痛苦啊。因为女生呢一般呢都不太喜欢军训，因为太辛苦太苦了。我认识一个小姑娘呢，她就非常讨厌军训，她想尽办法想逃军训。那时候我也年龄吧，我也20几岁，她打电话问周大哥，这个都小了嘛，小时候，周大哥，我很讨厌，我们学校要军训，你说怎么逃呢？当时我还在剧团里面，我就教她一个，我说容易，你不要跟人家说，天热嘛，你这样，然后说立正，你就晕倒，一定一定
定要在老师叫稍息之前晕倒，知道吧？只要一闪腿，你说立正，他知道了。我说保证教官就放你回去。再说你是个女孩。过了几天，我问他你走怎么样？他说不提了，不提了。哎呦，球都大了。我说原来你的创意全世界都知道。我说孟子，我刚晕倒，结果我们全班都倒下了。我这怎么回事？不但全班都倒下，而且我还是最后一个站着的。倒下的速度比我还快。原来他们是上戏表演班的，一个比一个会表演啊。有的军训呢还要去练习打靶，对吧？军训要打靶，啪啪。话说有个同学啪啪啪连打三枪都打中了靶心，哦，那还了得，射环啊，啪啪啪射环啊。正要他觉得牛的时候，就听到旁边一个教官在训另外一个同学，你的枪法真的还不错啊啊，三枪都打到人家的靶心当中去了啊。两个人都没有感觉啊。究竟是有个重要的项目啊，这个每个人应该，我想当代大学生高中应该都经历过，因为我这个年龄都经历过嘛，对吧？就叠被子。哎呦，叠被子，这个被子要叠得像豆腐干一样的，要学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个被子叠得要有功夫，对吧？要看不出一点折过的痕迹。我认识一个姑娘，在大学军训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叠好被子被教官骂，造成了心理阴影。哦，有心理阴影的。现在她结婚了，据她老公说，她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叠被子，而且一定要叠成豆腐干那么大。后来她老公实在受不了，这个肚肠更多痒了，痒了，站姿也是一种训练。话说有一次军训哦，有位教官对同学们说：“第一排报数。”好，现在的孩子哪吃过这种苦，什么样的反应都有。第一排报数，你就看，那教官差点昏过去。只见第一排第一个同学啪冲过去，冲着那棵树就抱住了，啪。这不是笑话呀。笑话也编不出的呀，报数。究竟是有些那个注意事项，那些将来要军训的同学一定要听一下。在这方面，因为我是个军事迷啊，我比较有经验。首先，千万女同学啊，不要化妆啊，千万不要化妆，一化妆你就变成功夫熊猫了，而这个眼线一化就，千万不要化妆。尤其不能化浓妆，因为化浓妆烈日炎炎，什么一弄这妆一化出来就啪，这里啪，然后你再走路再走，那就变成植物大战僵尸了，对吧？女同学千万不能化妆，就算化妆也不能化浓妆。其次，要少喝水，少喝水，否则你过不了几分钟，你就要去上洗手间，教官会以为你故意的，就会不让你去。那你就惨了啊。那千万别和教官，最重要的啊，千万不要和教官谈恋爱，这个是要谈出事情来的。一，可能你会破坏军婚；二，你可能恋爱没谈成变成了小三，都要注意啊。国家搞军训主要有两个目的，进行国防教育，二是增强体质。虽然这么短的时间也未必会能达到什么效果，但有总比没有要强。所以这个法律是这么规定的，那么大家就跟着执行吧。今年八月，湖南龙山县黄仓中学高一学生军训的时候，教官和师生发生了肢体冲突，就叫肢体冲突。结果这次事件造成了42人受伤哦，42个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教官。42个人，只有一个教官受伤，而且是轻伤。
41个人受伤的都是老师和同学。哇，这个教官可能是007的表舅啊。冲锋枪不能用的。2012年，重庆就曾查处过那个一名不法分子违规开设军事那个军训基地，到学校拉业务的案件。他说他有军训基地啊，全部穿着军装去的。当事人施某在没有取得合法资质和学生军训资格的那个资质的情况下，违规开办两江军训基地。他曾给一所那个教职中心啊，他那个学生上了七天课，收取70000块费用。哦，这个军训基地很快就被查处了，这么高的收费，难道你训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去抢银行抓不到了，对吧？不可能。正规部队对派出的军训教官有明确的纪律规定，比如教官集中作息，避免和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啊，女学生，这个教官也是呀，教官很年轻啊。我女儿站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不对啊，应该是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对吧？学生到底有没有必要进行军训呢？军训的强度是不是应该就是这样的呢？我想有关部门应该去多考虑考虑。欢迎收看由无硅油不刺激资源洗头水独家冠名的一周立波秀。在这里将会进入到一周立波秀最有意思的板块，就是现场问答。我其他本事没有，我就是不玩假的，所以我们的方式是不可能让人质疑有托的。下面是周立波的托，请举手。没有。下面是周立波亲戚的，举手。好像弄得我没有亲戚呀。下面是周立波好朋友的，举手。好吧，接下来是朋友，大家就要踊跃发言。传话筒一备，开始。棒棒棒棒棒棒棒，停。你好，吴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你有没有来过我们的？我是第一次过来。你好，请提问。我想问一下，波波老师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请坐。我想四个字可以回答你，最向往的生活就是随心所欲。谢谢。我想你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许多人都在探讨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是最好的。我也专门去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是最好的？我想随心所欲即为人生最高境界，因为我们现在的随心非我们所欲，而我们现在的所欲又非我们的所心，我们现在心与欲不匹配，就造成了痛苦。为什么？一旦表里不如一，就会产生一种不悦感。但是呢，如果表里如一，你又可能成为被社会主流抛弃的一群。那我说的随心所欲，即为在道德层面，在所谓的道德底线上的随心所欲，即为不贪不怒不喜不悲，这就是我所说的随心所欲。谢谢你的提问。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随心所欲，停。哦，嗨，波波，你好，美女，你好，请提问。其实我有蛮多问题想问，我挑一个好了啊。好的。因为经常在国外看到他们免税店里的卖的那个烟，包括那个便利超市卖的烟，都是比较恶心的图片嘛。然后我们国内卖的烟都是还是蛮漂亮的啊、哦。然后政府呢又提倡禁烟啊，有害身体健康之类的。
那你说我们国内可不可能把那个烟也搞成像国外那样，就是烂手啊、烂脚之类的？烂肺这种东西，这样就会减低这个吸烟的人群了。这是牵涉到一个个人的好恶问题。比方说，我还是比较，支持像国外这种做法，因为什么？当你对某样东西引起视觉恶心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需求也会下降。我想这个香烟，国外的这个香烟的包装，像骷髅啊，坏死的、肝癌的，它就是给你视觉上的一种冲击力。其实对整个全民禁烟戒烟是有好处的。谢谢你，蛮有意思的提问，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谢谢。好，从这位女士身上开始传话筒，我们从任意方向嘛。建国带动一下，我们就要跨度大一点。预备，开始。停。好，妹妹你好。波波老师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波波老师，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来自星星的你》？我瞄过几眼。那对于就是像都敏俊系这样子很多的一些韩星在我们中国这么火，这个现象您怎么看？我觉得心寒。对，因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已经卷走了中国很多人民币。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民币的概念，这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正如军事强大并不可怕，文化才是可怕的。韩国在短时间内文化的崛起，其实对中国是敲响了一个警钟。韩星这种造星机制，韩国弹丸之地，能够在世界的文化领域里面跻身一角，能够有立锥之地。试问中国的文化人，你们为中国的文化做了些什么？如果中国有10个波波，那也是没用的。要有100个、1000个、10000个，那我想韩国的文化将成为中国的配角。所以这是我和所有的文化艺术界人应该共同共勉的，就是文化兴亡，匹夫有责。谢谢你的提问。好，准备，开始。停。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问题呀？请问谁受伤了？起立。哦，帅哥，你好。啊，你好。你能不能看着我说话？可以，因为你皮夹子掉了。好，请提问。我就想问一下啊，怎么建立一个人的自信？兄弟，其实你从今天此时此刻此分此秒，你已经开始建立你的自信了。我想你应该是一个缺乏自信的男孩，就从你起来的那一瞬间。你没有和我双目对视，而是在顾盼流离。你性格还是比较内向，对吧？是有一点。但是你还是蛮喜欢凑热闹的。对对对。你大部分时间是看着别人的背看事件的索然，而没有冲到前面去。但你很想冲过去，但是有样东西拉住你，好像就是自信心不够，对吧？对。你想问我如何才能做到自信，对吗？对。当事件发生，不要去考虑太多后果，直接冲上去，出了事再说。好，谢谢。自信是从一次胜利开始的，其实自信也是从一次主动的失败开始的。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没有失败，你不可能有自信。自信是建立在成功和失败的阅历上。祝你早日有自信。好，
谢谢波波老师。我们在最后一个问题就够了。哎呦，好啊！你好无辜，好吧？幸福来得突然吗？请提问。你好，波波老师，我主要是想问一下，是什么？然后可以点燃你，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怎么样可以点燃别人？谢谢。我想第一，我不能说算成功的人，我觉得最成功的事情一定是在盖棺论定以后啊，因为我想真正的成功一定在明天。但是你前面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你如何去点燃别人，这真的是我一直在追求和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认为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让自己的爸爸妈妈感到骄傲，幸福就是让所有爱你的人为你感到骄傲，幸福就是让所有想给你麻烦的人感到麻烦。但是真正的幸福，正如我在中国梦想秀作为梦想大使所言，真正的幸福就是帮助你不认识的人成功。我觉得当今世界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压力很大，但很多人都没有幸福感。有的老板很有钱，他可以挥金如土，他可以香车美女，但是他和波波谈半个晚上会泪如雨下，他觉得自己很渺小，他觉得没有我幸福。那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没有感恩心的人，他是只有欲望没有幸福。因为欲望会催人向前，但是感恩能够让你有幸福感。所以我在3个月前我去了浙江的一所小庙，建德广安禅寺，碰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出家人，是一位他叫大行法师。他开设了一个雨花斋，他们都是义工组成的，每天给素不相识的那些流浪汉、孤寡老人、空巢老人、路过的行人免费分发素食。那么我也去看了，我很感动。我从雨花斋出来以后，上了我的车，我说我好有感觉，然后我17分钟就写下了一首感恩曲。这首感恩曲，波波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某一个角度对生命意义的一个结构，对人生意义的一次宣言。我用这首歌来和大家说再见，可以吧？上苍赐我日月星辰，感恩大地赐我春夏秋冬，感恩国家赐我祥和安宁，感恩父母赐我一世精神，感恩师长赐我贤明至诚，感恩冷漠让我懂得人，感恩背叛让我懂得道义，感恩粗体让我懂得礼仪，感恩愚昧让我懂得智慧，感恩欺骗让我懂得信任，感恩感恩啊，让我们感恩世间的一切，感恩感恩啊，美丑善恶，你若感恩便是幸福，让我们感恩世间的一切，
感恩若感恩，便是幸福。